燕蜜之家的蜂蜜简单分为三个种类，单花蜜、花蜜露及老蜜。单花蜜采集于单一种类花种的环境，一般口感甜中带酸，有丰富的维生素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和缓解感冒、喉咙疼痛，适合小孩及大人食用。花蜜露采集于多种类花种的环境，一般口感较甜，有丰富的酵素，有助于人体排毒，缓解肠胃问题以及提高睡眠质量，适合大多数女性饮用。野生林老蜜最为稀有，蜜蜂从老树林中采取的树脂而形成的蜂蜜，老蜜中所包含的营养价值和矿物质都是较高的，一般口感苦涩，有助于血液循环和预防三高，适合老年人饮用。